前不久，章子怡在节目中透露生二胎的愿望，汪峰在荧幕外听得眉笑眼开，表现亢奋。当此时一旁的袁咏仪则祝福他们回家后马上就怀孕，这也是似乎也成为一句神预言。章子怡透露心声后，港媒马上报道指出，章子怡已经怀上了二胎，接下来将暂停大部分工作，出席五月的法国戛纳电影节后，如无意外就会全面休息。对于港媒的爆料，章子怡和汪峰都没有正面回应，直至6月13日，港媒又再次报道章子怡怀孕一事。港媒引用了内地媒体一则曝光，当天章子怡和汪峰及女儿醒醒逛街，汪峰全程贴身陪伴妻子，而身穿宽松上衣的章子怡小腹隆起明显，怀孕铁证如山。不过这一次网友的注意力却放在汪峰身上，只见穿着紧身衣的汪峰啤酒肚突出，新男形象大打折扣。港媒以幽默的形容，汪峰的肚子比章子怡的孕肚还要明显。三人行期间，女儿清醒一个劲的往前冲，期间不慎跌倒惹网友心疼，但清醒特别懂事，自己爬起来后又蹦蹦跳跳，活泼乖巧的性格非常。